立冬已至，秋意犹浓，其中体现着怎样的气象奥秘？隆冬时节，白山黑水，又为何隐藏着一方充满暖意的雪原？地理中国一单说节气即将播出。中国的孩子最早认识的星星里常有北斗星。北斗在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星座，爷爷会告诉孩子们，北斗能为出门在外的行路人指引方向。而且在古人划分24节气的时候，也参照了北斗的运行规律，斗柄指向不同的方位，表示进入了不同的节气。当斗柄指向西北方向的时候，就是立冬节气的到来，表示从此进入了冬季。在中国古代，冬的意思是中，寓意着一年就要到头了。我们常说的冬藏，意思就是说冬天是休养生息的日子，大地的勃勃生机开始收敛，植物不再生长，很多动物也在巢穴中进入了冬眠的状态，人们也会把粮食等农作物呢收藏在仓库里。这个时候啊，妈妈会说，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于是呢，溜窗缝，关门闭户，猫冬了。然而，感受立冬最明显的变化，还得去户外。我曾经在慕田峪长城迎接立冬，站在那儿啊，感觉到长城上的风很大，冷风无孔不入。古人观察到立冬之后5天，水就开始结冰了。当然，南北呢是有差异的。在长城边，山泉里还没有发现冰碴，但是已经能够感到泉水冰凉刺骨。长城周边的群山上，树叶已经飘落，树干显示出沧桑。冬天的风吹过河边的草地和芦苇，大地以特有的姿态迎接冬天的到来。农闲时节唱戏，是中国乡村的传统娱乐方式。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当地的戏班子在初冬之际纷纷送戏下乡。一出《走西口》，唤起了人们对故土的回忆。而他们的祖上之所以选择了在这里定居，源于当地富饶的河套平原。清朝末年，大批来自华北和西北的百姓走西口进入河套平原谋生，他们带来了农耕技艺，也将家乡的戏剧带到了这里，在方寸舞台上寻觅着祖上的乡愁。在吉林的桦甸市，这个时节，农民们放下农具，拿起了画笔。桦甸农民画源自于当地古老的放山风俗。每逢立冬后的农闲时节，当地农民都会把一年来的忙碌重现在画卷上。
放山、春播、秋收、藏粮，一幅幅乡土作品着色鲜明，透露着强烈的生活气息和东北风情，将身边的青山与黑土勾勒出充满诗情画意的家园。立冬在古代啊，属于四时八节之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气。古时候立冬是要有盛大的迎冬仪式的，皇家的迎冬仪式呢在北郊举行。我们可以想见啊，文武百官参与的仪式会是怎样的隆重。那么民间以什么样的方式迎接冬天呢？水始冰，地始冻，天越来越冷了，而人们的心里呢越来越期待温暖。每逢这个时节，人们会格外的想念故去的至亲，所以在农历十月初一，人们以象征的方式为逝去的亲人送去寒衣，这一天就被叫做寒衣节。每年一到立冬时节，人们还会架起火锅涮羊肉，因为羊肉是温性的食材，立冬吃羊肉能够让身体增强御寒能力。在中国的北方还有一个讲究，就是立冬这一天要吃饺子。过去常常听老人们说啊，吃过立冬的饺子，一冬天都不会冻耳朵。泽畔藕是古黄河对龙窑的馈赠，独特的种植方法和漫长的生长周期使泽畔藕成为藕中上品，是龙窑人款待贵宾的必备佳肴。每年收获的季节，藕农都会选择最鲜美的鲜藕烹制庆丰收的全藕宴，与亲朋好友一同分享。立冬时节也是当地酿制黄酒的日子，酒工们都会在立冬举办祭拜仪式，求酒神保佑在酿酒的过程中风调雨顺，温湿得当。冬日封坛，春日开坛，是中国古老的酿酒传承。密闭封存的酒坛经过长达一冬的深藏，来年初春就会散发出令人陶醉的氤氲之香。热热闹闹的民俗活动让冬日有了暖意，立冬节气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了。回头看啊，我们把24节气中的四立，也就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都走过了一遍。我们看这四立里还隐藏着一个规律，立春的时候天气不会马上变暖，立夏的时候呢天气不会马上的变热，立秋的时候天气不会马上变凉，而在立冬呢天气也不会马上变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季和秋季
通常地面吸收的热量要大于散发的热量，于是一些多余的热量就被储存在地面。立冬节气刚刚来临的时候，这部分热量还没有完全消耗，所以人们并不会马上感觉到天气很冷。按照我国气象学中的定义，入冬的标准是当地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低于10摄氏度。而在我国很多地方，立冬节气的到来气温还要高于这个标准。中原地区一般是在每年的11月中旬左右正式入冬，而在这个时候呢，小雪节气马上就要到了。小雪是反映降水和气温变化的节气，在这个节气中，寒潮和强冷空气的活动都比较频繁，天气呢也会变得越来越冷，降水量开始增加。由于这时只是刚刚入冬，天气还没有非常的寒冷，所以被称为小雪，并不是表示这个节气雪下得很小。而在这个时节，东北地区已经是大雪漫天了。在中国最北的大兴安岭，常常9月中旬就会降雪，而在小雪时节已经是大雪封山。根河是额尔古纳河的支流，也是这条河畔一座城市的地名。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度和处于大兴安岭西北坡迎风面的地理位置，让当地冬季长达200多天。我们这9个月取暖期呢，最冷的时候说是到过58度，也没法形容，反正就是冷。在这片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中，河流湖泊都覆盖着厚厚的冰层，汲水变成了十分困难的事情。而位于根河市城区边缘的根河河段，居然出现了不冻河的奇观。令人不解的是，不冻河并非是连贯的，常常是一段河道流水层层，而另一段河道又被冰层覆盖，彼此之间相互交错。更为奇特的是，在宽阔的不冻河面，偶然还会出现漂浮的硕大冰盘。地质专家认为，冰盘大约是在当地立冬前后气温骤降时形成，最初是很多小冰块相互碰撞粘连，并且在持续多日的旋转过程中与周边的冰块摩擦，棱角逐渐被磨去，形成圆形的冰盘。在这片高寒的北国乡土，种种奇异的冬日风景，冰雪季节与地下潜流的巧妙相遇，造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方物候。小雪节气到来，你们那儿会下雪吗？这个节气之所以叫小雪，是因为小雪时节的雪还没有站住，这时的雪一落地就化了，东北人就管这种现象叫做站不住。所以我们说小雪的小，不是因为它下雪下得少，而是因为积雪少。我们所熟悉的24节气还有很多农业的谚语都和农耕文明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关于小雪节气啊，就这样的谚语说，小雪不封冻，麦子白白种，小雪降雪大，春播不用怕。对庄稼人来说，最大的心愿啊，就是这个时节能下一场充分的雪，这样来年的丰收就有指望了。而北方的乡村呢，家家户户
都要在这个时候在菜窖里储存过冬的蔬菜。小雪收葱，不收就空，萝卜白菜收藏窖中。在农家人的眼中，这是冬藏的必须，也是一种乐趣。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族老人至今仍然保持着在初冬时节制作民族服装的传统。鄂伦春族人过去是深山中的游猎民族，制作服装的材质主要来自于猎获的狍子皮和鹿皮，不仅能抵御山林中的风雪严寒，也便于在狩猎时隐蔽。秋末冬初，栖息在大兴安岭的动物为抵御风雪，纷纷长出厚重的长毛。这时猎获的皮张最适合制作冬装。降雪之后，鄂伦春族人聚集在搓炉子里烤火取暖，女人们开始围坐在火堆旁缝制冬衣。冬衣的领口和开叉处刺绣花饰，彰显出先民由来已久的爱美之心，也让人看到鄂伦春族女人治家的本领。虽然现在鄂伦春族人已经搬出深山，制作冬装的衣料也改成了布匹、呢绒和绸缎，但是女人们聚集在一起做冬装的习惯至今未改。民歌低唱，鱼鱼细语，曾经伴随了鄂伦春族女性长达千年的时光，而今依旧延续着对昔日山居生涯的回忆。而此时的西乌珠木沁草原，女人们已经在蒙古包里开始缝制熏皮袍。西乌珠木沁草原的气候是夏天短，冬天长，为了度过漫漫严冬，当地牧民创造出用整张羊皮制作的熏皮袍。每年秋季，女人们就要对做衣料的羊皮进行揉制，整张羊皮经过浸泡熏烤，然后进行风干。秋季的草原气候干燥，风力强劲，能够更好地吹去羊皮的水分和异味儿。这个过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初冬时节是女人们开始制作皮袍的日子，当地牧民家庭仍然保持着手工制作羊皮袍的习惯。成衣之后，还要在领口、袖口和衣襟刺绣上蒙古族传统的卷草纹、鸡纹和云纹。一件取材于牧场的冬装，伴随着一代代牧民驰骋在冬日的草原。走进冬天啊，大自然好像是在做减法。深秋的时候，我们走进树林，看到的是五彩缤纷，好像是在看一幅油画，而眼下呢，好像是在看水墨画。树叶落了，就好像人卸了妆，素颜也挺好看的。在冬天的天空下，我们看到了那些伸展着的树枝，显得特别有骨感。我们可以想象，下雪以后，枝丫上的积雪会重新让这些树枝变得丰满起来。
那么飘雪的长城又将是怎样的一番风景呢？大雪节气的长城在雪后已经是群山尽白，树叶落尽的丛林郁树琼枝，映衬着冷峻的长城。在大雪时节，我又一次来到长城上，去感受冬的气息。长城上的雪，雪粒如粉如沙，厚厚的堆积在城墙上、山坡上，一阵风吹来的时候，就会带起一片雪雾。在大雪时节，看雪是一件很有享受感的事儿。雪不仅可以看，而且可以听。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你听过竹子或者树枝被雪压断的声音吗？在长城上，我们可以听到踩雪的声音。踩雪的声音啊，特别能够唤起我们的季节记忆。在天寒地冻的时节，黄河依旧奔流不息。当流经吉县与宜川县交界处的悬崖绝壁时，河道瞬间变窄，河床陡然下降，悬殊的地势落差造就了气吞山河的壶口大瀑布。大雪时节，奔涌的瀑布两岸，悬崖上结满了鳞次栉比的冰挂，犹如无数自然天成的水晶，几乎将岩壁整个包裹起来。每到这时，附近的村民就会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收集冰挂，寓意着把银子带回家，来年能够财源广进。而且他们会通过观察崖壁上冰挂的长势，预测来年庄稼的收成。壶口冰挂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功能呢？其中的奥秘就在壶口两岸的山体中。岩石严冬时节，大自然的状态在发生着变化，大自然以它特有的方式给我们以生命的启发。雪往往会引发人们的诗情，古往今来有多少诗是在咏雪送雪呢？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分明就是一幅画。同样是雪，不同的人看目光是不一样的。在孩子的眼中，雪是和童话连在一起的，而在农民的眼中，雪是和土地的营养在一起的。在司机和交通警察的眼里，雪有的时候是和路上的麻烦在一起的。而在读书人的眼中呢，雪是和书在一起的。我们想想啊，在雪天里捧一杯热茶，拿一本好书，这是多享受的一件事。然而当人们在温暖的屋里品茶看书的时候，野生动物们又将如何度过漫长的严冬呢？12月初的严冬时节，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忽然在雪地上发现了一种类似虎爪的脚印。你看咱这铺的印儿，是痕迹铺的挺大呀。嗯，
哎呀，这还有个大型的一个竹鸡叶什么大洞里去，还往这边去了。经过当地动物专家鉴定，认为是大型猫科动物的足迹。为了弄清神秘来客的庐山真面，专家们在周边的山林中架设了数十部红外摄像机，最终捕捉到这样一组画面。一只母豹带领着两只幼豹怡然自得地穿过积雪的山林。专家们经过辨识，发现一母二子竟然是珍稀的濒危动物远东豹。那么远东豹为何会出现在保护区内呢？专家们经过追根溯源，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太平洋位于北赤道一带的洋面，海水在阳光的炽烈照射下形成强大的暖流，围绕北太平洋进行周而复始的环流。当流经日本群岛时，其中一股暖流穿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成为对马暖流。这片经历了这趟漫长的旅途之后，大雪节气也快要到头了。不经意之间，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半。怎么看冬天呢？在人们的目光里，冬天有时候显得有点负面，似乎冬天是一年四季中最严酷的季节。然而，如果从万物均衡的角度来看呢，又会看到大自然创造出冬天是很有道理的。各种动物和植物经过春夏秋三季的生长以后，在冬藏的时候会按下暂停键，为来年继续生长积聚能量，而农田呢也能趁着冬闲的时候恢复地力，为来年的耕种做准备。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如果说到描写冬天的诗，我们常常会想到这样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现在呢，春天确实离我们不太远，但是又有点远。日子往前走，前面还有冬至、小寒、大寒三个节气在等着我们，那也是一年中最后三个节气，那又将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呢？好，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探寻。